the street, they talk, talk, talk about you and me. Let's start some rumors. Hello, 好久不见。又见面了。打不用点头了。Hello。哎 ，Hello Hello。哎 ，Hello Hello。恭喜恭喜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哎，行行行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吗？嗯。我小时候正在玩这个，我也玩，我也玩，买各种的装备，对，还有钱桥什么的。那个时候我是把这边全给截掉了，你因为让它减重了。对对对，对。你也看我这事。对。这个咋玩？这个。他好像可以自己转，一二三，这样就算砸到了。你会踢毽子吗？我不太会，试试看啊。哎，不错。这个好玩，我们都是在那儿射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不信。上一届这个冠军是王一博，八米十环。啊，这个，小心再来吃。这个怎么做？马上做完这个给你。哇，完了，全部完了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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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。陈小姐那么憔悴呢？给折磨坏了，在这儿。没事，我们都坚持好几年了。战斗很厉害，专业的，世界冠军。哦。同行，同行，脑子里面全是那个，全是动作，射的时候还 popping 了一下。四五啊八二二五，好快呀！厉害呀，现在这也太狠了，我天哪！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一，走，一，二，三，啊，我知道了，鼻子，用鼻子。这个节目有很多我们学校的，很多，对，刘雨欣吗？对对对，他也是我们学校的。你知道小鸡吗？我们大概五年没见了。我觉得来就是逼自己突破一下，挑战一下吧。我一点基础都没有，一点基础都没有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真的。三十五，五，这就是街舞第五季团建之旅正式开始。好。好。哎，你挡镜头了。今天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惊喜大餐。食物呢？不会是要游戏比赛拿食物吧？在韩庚队长的带领下，大家已经都不遵守规则了。Breaking, Wacking, Hip Hop。对呀，对了，你刚对，我都对了，对不对 ？Yes。今天呢，我们终于可以有一天可以稍微放松，带着一个很开心的心情去郊游。对，一博因为还在那个刚刚拍完微电影，在赶过来的路上，是吗？让他一定要小心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欢迎大家。今天的录制呢 ，Welcome everyone， 非常特别。Today, 经过了前面几个月的比拼，首先恭喜各位突破重重考验，最终成我们第五季浙街的20强，恭喜！对，因为今年的浙街主题是青春季，所以呢，我们和几位队长商议决定，
以当下年轻人最喜爱的露营来犒劳各位。耶！所以呢，希望大家暂时忘记比赛，放松心情的过程中，能够和队友之间形成更加强大的凝聚力。希望大家能够增进彼此的了解，活力满满，充满斗志地迎接接下来的挑战。好嘞。耶！到底我们的队长在这里准备了什么环节迎接大家，给我们惊喜？首先呢，有请我们的选手落座。这里有两张桌子，然后一边可以坐十位选手。选手先请落座。Okay, you guys can sit ten people on each side of the table. 今天就坐在这里吗？那我们呢？再等一下，哥。我是说你嗓子够好吗？需要喇叭吗？他不需要，我台词很好。但队长听不见。可以的，好，现在什么？两位听不着，我说呀，啊，现在啊，两位主理人，潇潇、赞多，你们两个各选一边坐。你想坐哪边？不行，你想。那我直接呗。好，好。往那边站一下。往那边站一下。好。好。那我们是对手对吗？应该是吧。这样吗？对。好的，哎，我先代替王一博吧。我先代替王一博啊。你有何德何能啊？我想知道。好，四位队长，那么接下来四位队长可以选择的一个桌子可以坐两位队长，来，请。根哥，你坐哪边啊？根哥，没事，你为首啊。我都喜欢吃，要不然。我坐哪里？坐这边吧，咱坐这边吧。好，坐这边哈。好，在这儿。好的，那么今天非常特别，是我们浙江五年来第一次来到户外，也感谢队长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在美丽的露营地来进行这场难得的团建。那么为了迎接接下来即将到来的半决赛，我代替偷懒的王晨晨宣布。这就是街舞第五季团建之旅正式开始。好，耶，好，耶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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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挡镜头了，好，我们挡镜头了，他拍着我。先吃会儿，先吃一会儿。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小餐食啊，先吃起来。Everybody can eat. 喝吧。其实今天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惊喜大餐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大餐呢？来，请揭开餐盘的盖子。这个吗 ？So please. 哦，海鲜、水果，那是什么？鸡肉、特色美食。食物呢？不会是要游戏比赛拿食物吧？谢谢程潇老师帮我们 Q 了这个流程啊。OK。虽然他们现在还写在纸上，但是今晚他们即将成为一顿丰盛的大餐。除了这些美食，还有机会获得小蓝瓶超级物资 ，Party 绝配小蓝瓶，聚会够嗨更尽兴啊。今天我们将把所有舞者分成两队，分别由两位队长和一位特邀嘉宾来完成比拼。同一桌的唯一队，话不多说，一起加油！我们为了露营之旅成功 ，Battle for Hope。